预测系大致天晴炎热，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，气温介乎28至32度，新界再高1-2度，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。而之后几日天气炎热，部分时间有阳光。失败，全人类也越界，举起手反对自我被活埋。为何脉搏极快？原来受那艳阳所摆，打一摆也不坏。投入活跃地带，应该将盔甲换上运动鞋。一到夏季，气势升高，这个夏季斗志利此高。未必，可能仲肥。明治是好动派，行动是要暂停打态，不松绑太失败。为何扮相极怪？好应该飞快换上运动鞋。谁愿做冷面派？流汗定教泪流伟大，轻松心也不坏。无论是怨是债，辛苦洗给这夏季慢慢晒。一到夏季，气势升高。这个夏季斗志利此刀，当气候跳升100度，活着实在好。早生貴子，多多都好。好。一到夏季，氣勢升高。這個夏季，鬥志利此刀。當氣候跳升100度，活著實在好。陳永晴，多謝你呢幾年嚟喺我最困難啦、最無助啦嘅時候咧，你支持我啦、陪住我啦，同埋照顧我嘅。咁你成日都話咧，見到喺公園入邊啊，見到有個公公婆婆成日拖住手，佢哋好 sweet， 咁年紀咁大都一樣可以咁 sweet， 咁。你啊，若你爱上我这个傻痴痴，跟住唔记得啦。哎，掌声唔该。这明年我心知，能一个地老天荒，因为傻开始，无掩饰之因，我愿对你真挚，爱我吗？耐心等你愿意。今日咁，我希望我都对你承诺啦。咁就今日开始俾我照顾你，喺身边支持你，陪住你。喺以后嘅日子，到我哋一齐长大老嘅时候，我都一样会拖住你，
去邊都拖住你白頭到老，我愛你，陳永晴。好啦，有一個好嚴肅嘅問題問兩位嘅，我先問新郎哥先。Alessandro， 你願唔願意娶 Rachel 作為你嘅合法妻子呢？我願意。